Kelly 大叫驚驚，因為劇集《目擊證人》今個星期大結局，劇情緊張。高 Sir 同埋 Chris 仲有一幕錫足三粒鐘啊！你咪好賺咯！嗱，一開波咧就有嘉紅同你人工呼吸錫錫啦，之後埋尾又有 Kelly， 哇！係啊，跟住再有 Kelly 啊！我哋嗰啲唔好提啦，我哋錫得半秒。唔係，我都會負責任嘅。你哋錫咗三個鐘喎！我都會負責任嘅。咁耐，哇！係啊，有啊有，剪出嚟唔知監製剪幾多咯，係啊。咁你個嘴咪好攰咯？唔係最緊要 Kelly 舒唔舒服啫，舒服。唔係喎，咁你老婆舒唔舒服啊？你好勁啊！誒，新年流流講埋啲恐怖嘢嘅。咁你嗰個必睇位喺邊咧？除咗同阿 Kelly 錫錫之外，哦，必睇位真係最後尾大結局最後尾嗰幕。最後尾嗰幕除咗錫之外，有埋動作。哇！真正嘅愛情動作片。講到好大啊！玩到咁大啊！謙仔改咗名做羅子日，好運即嚟，被點名為回巢翻 TVB 拍劇演員之中最有機會攞獎。梗係攞呢個最佳劇集啦，係啊，夠曬威啦，係啊，係咪先？你咁講，我仲可以攬啫。我問到其他人嘅意願咧，大家覺得應該係嘛？冇意見。嗱，獎項如果得一個嘅，你話咧，我就會覺得張秀文咧。哇！你又攞呢個，你唔好再講。飛躍進步啦，Kelly 就攞呢個女主角啦，係啦，跟住大哥咧就攞男配角啦，跟住嗱攞視帝啦。我就想攞最佳唔察覺。我自己因為有乜獎有乜所謂啫，係嘛？佢叫羅子日，請投喺一邊，拉票。